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，这里有酷女孩和关于酷女孩的一切。年上还是年下？年上。长发还是短发？随便。刘海还是大光明？光明。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偏感觉。大胸还是平胸？有就行。可爱还是性感？我都行。2017年还是2016年？2016。素颜还是带妆？素颜。走 S 还是走 M？ 我觉得护面比较好。高跟鞋还是纯鞋？看场合。想听红唇还是裸唇？是纯就行。裙子还是裤子？裤子。皮衣还是蕾丝？皮。绒线帽还是棒球帽？棒球帽。大耳环还是小耳钉？看场合。卫衣还是连衣裙？卫衣。化妆还是化妆？看状态。你会称呼他是亲爱的还是宝贝？都会吧。希望他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嘻哈还是摇滚？ R&B。如果让你选约会场所的话，是在外面还是家里？都可以。是今天还是抱抱？对。